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勋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雀魂麻将的第一集。那这一次我第一次录制，用录制的方式来玩雀魂游戏啦。而且这个雀魂游戏是日本麻将。那我28号，就是我录影的这一天呢，有直播了一下。啊，都没赢。有啦，差一点就要赢了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这个新的系列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哎，看可不这场可不可以赢呢？我直播都没赢啊，希望这次可以赢啊。开始啊！把西风打出去了。李峰，红中李吉，继续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是看着我现在录制的手机画面来打麻将，这样可以看比较清楚。还有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不用 OBS 录影，我就是笔电太烂了，没办法用 OBS 录制。所以呢，我就要用手机录影。呀，刚刚居然输了，笑死！
天诛我也。天诛我也。这是九桶，这是六桶，我们把九桶打出去。七，七，哎，七不行的，这个，哼，差点打错格，呵呵。啊！直到狠心把这打出去了，可恶啊！白鸡，我这破，我这火力的话，我的火哎不对，我要把这个打掉才对，最后把这打掉，再等七万。哎，说七万就七万呢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雀魂麻将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这一次是用录制的第一集，那喜欢呢也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就在下一次的雀魂麻将见了，大家拜拜。